鬼山，走过一片泥泞，为我传来远处讯息，书中尽诉别离情，写出你现在在雨中醉夜，叙述你心凄怨泪儿般凝，想到秋风那天风雨怒鸣，愿君你负浅情。阻你回程，日有成暖了你心，披星戴月也莫停。可知我日望夜盼等更天，日夕等你回来，共寻往日情。错你所去那诺言，已飞逝无影。
爱你所去那来已飞逝无影。在现代人大家的眼中去差想一世纪前的古代人的鬼新娘和她的花轎为何会走上死门古道在新娘潭里面的崎岖山路。今天想深一层，其实道理也很简单，也像我们现代人一样，要走上一条不想要走的人生道路一样，但是迫于环境生活的无奈，也设得自己选择，很多人也要去冒险走一趟。我想这就是那位年纪十多岁女孩的鬼新娘和她的家人早己知道的事情，走上那条危险瀑布山脊不归路，可惜命运不能自主，出了意外，其实变了丧事，真是可惜。也令我明白生命短暂，人生无常，更加要珍惜家人，好好活在当下。我想这可以解答了足三年时间里我要追查为何传说鬼新娘她会在新娘潭中遇溺和丧命原因。有如俗语说，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